就是有。现在去哪一间？教练，没有，我们找个，你想我们去找哪一间？对，找谁的同事？交给你。去找恒真啊，519，快点。哎，你知道？恒真，你刚刚问他说你在哪一间的？我们要准备跳舞的东西。他说他是舞王，我不知道是哪家的。精武门，这里就是精武门。舞王，给他先 solo 一段。我们要练舞的吗？还是不要？那个不用练吧？那个你说那个蹲的是这样？就这样。那不就叫 Local 粉丝啊，带我们去参观一下你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啊！空气检查，里面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刚才里面做核心的。是不？没关系，我们刚刚平常是怎么做核心的？好，走了。我们的东西啊，就这里。这里脱完衣服啊，然后还是宝贝。无聊，这才叫亲爱的。对，我想看一下你怎么在房间做核心。没有啊，就是直接上去。这样子做一下这样子。好了，现在。可以看一下你的优惠机啊，应该不行啊，哎呀，对，这不好看，大家想看，粉丝想看，不是我们想看啊，粉丝要看的话，我们之后在桌上的时候我们再看啊，换你带我们去下一个人，嗯，哎，没有，打你这种，你那会玩什么游戏 ？ABA 这么爽，眼软，这卖衣服的，你是批发商吗？这个衣服很有个性啊，所以你现在在更新的时候，我们去找下一个你想要突袭的下一个人。会有人吗？粉丝们想看吗？来到中贤的房间。中贤，我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房间。这是传说中的，这就是我之前没事最喜欢夹的公仔，夹娃娃。夹娃娃的吗？对啊。真的吗？没有啦，就大车就是买的，其他就是比较小一点就用夹的。还是要拿几只抽奖给粉丝。抽奖。我们看粉丝的回应吧，好不好？如果他们超过多少的话，你愿意？你跟我说，你们想要吗？想要吗？想要的话，请在下面留言。想要，在下面留言。OK， 刷一本排行榜。OK， 好。看电视，看手机，坐的小沙发。对，算小沙发吧。那我们中间的房间就到这。好，哎，拜拜。都要进去了吗？好，走。所以我看没有什么东西。这是你的女朋友吗？这个没有啊，这我睡觉在抱着。你就像你的啊，然后这个就像筷子。嗯？真的吗？不是抱着啊。啊，睡觉的时候他就来旁边，有一个安全感这样。好，我先打扫。好，我要去拿护片打。干净。哈哈哈！说来这个。参观一下你的房间。参观一下房间，这么乱吗？你刚在吃什么？我在吃酸辣粉。我跟你说，介绍房间就很乱，你要介绍什么？你看房间那么乱。你平常在房间有什么休闲娱乐？没有看电视啊。看电视都没有别的。没有啊。我们去。没有什么，房间没什么。那我们先进去参观一下，来。来，我带你参观我们，参观我的房间。谢谢。看起来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就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平常就坐在床上啊，然后就是看电视这样，然后无聊的时候就
或者是累的时候就会拿这支，就其实是学长的房间啊，就只是秋训的时候进来借住而已。对，歪歪哥，我帮你把房间整理得很干净，请你不用担心。好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继续参观下一间。我的房间，我的房间就是非常简单。这边就是一些保健食品，杂物、零食、零食、商品，就是这样子。他最喜欢的动物，照相你最喜欢的动物，你喜欢他的点呢？你可以告诉我。太可爱，河马就是太可爱了，就是真的非常可爱。可爱，对吧？外表看似温柔，对吧？其实内心是非常狂野的，像我一样，企图心非常好。我意思是非常简单，就是一些盥洗用品啊。然后毛巾这样，就是稍微啦，就是不要让它太乱、太脏乱这样子。这次就参观到这里了哦。那我们带你去参观我们的水疗室跟房屋室。我现在要进去会议室，好，走 ，Let's go。哎，这边是我们开会的地方，开会的地方。啊，楼下。最多人的地方是我们的防护室，非常完美的防护室。然后通常就是大家练完的时候都会在这边伸展，然后或者是疲劳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那边 pose。来，我们去看看现在谁在那边 pose 吧。来，嗨，好不好泡？这是我们的水疗室。哎，跟镜头打个招呼啊。你啊。哎。嗨。嗨。哎，阿木哎。这池是什么？是热的，热的，热水的，超热水的啊！这一池也有那个 SPA 的，来，帮我按一下哦，按一下 SPA， 按下去，没有哦。这一池就是冰的，就是交替恢复身体的。好，打扰他们，来。我们今天的城堡就介绍到这里了，来，我们来跟大家说 goodbye， 拜拜，好了，结束了。